有点太烫。这是巧克力什么？全名叫什么？巧克力榛果，看起来就像巧克力榛果。您自己的生日的蛋糕吗？这一点颜色都没有。嗯。我就不想，你那拍的比我好看。然后那旁边那个杯子就是个败笔。没办法，我们桌子太黑了。蛋糕真的看起来像金沙，对。好，那就开动。要报一二三，快点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很棒，很棒。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.假装有蜡烛吹蜡烛，先许愿。哇，许愿！我们台湾赶快，全世界打疫苗，不要持续这样子，赶快解封，大家心情可以放松。嗯嗯。然后，第二个是大家这一波都不要中。嗯。好。哇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第三个不用讲，这是火。这是火。人切正中间好了。好，他那个好像有点尖，他拿那个叉子一样，在切。嗯，真的真的很硬，真的好。有面包吗？啊，有面包。在最右边。对啊，日子太苦闷了。你如果现在进去看到面包店，他的面包都没有直接封好袋，你敢买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太忙了。有了，他这个巧克力是硬的。嗯。这是技术性不显你的，对不对？23岁，现在一次要轮到另一个人，过两天就轮另一个。23岁，这个蛋糕爆硬，爆硬。会不会我切得太白了？他需要练过健身的方便。这跟健身无关。可是国维在切，怎么觉得很轻松？对啊，因为这样画下去，因为他我看他好像不用那个，这样直接就是直接画下去。嗯，就是直接画下去，我发现他直接画下去。嗯。可惜。寿星要吃哪一块？寿星要吃哪一块？超级大块，最多真的寿星，很瘦很瘦的寿星，对，再不会再这个白胖胖的名字在从此之后消失掉，那个有了北下下，是的，太搞笑了，因为小的都在冰箱或者是那个洗碗机，嗯，很香哎。说这块比较小哎，这块给你吃，我不能吃那么大。看我们今天寿星很漂亮的，我看一下。寿星很漂亮。超美的。嗯。美少女战士寿星。好香哦。好吃吗？它的粉。请寿星评价一下。本体。它完全就是金沙巧克力的味道，连那一颗，内心也是，但就有点太甜了，它应该要做苦一点的，有苦，
有苦，有苦吗？我还没吃到苦、欸。它好像原本就是这边是蛋糕的人群，这小块，然后上面这个什么酱，帮我说什么特地帮我多加。有一种那个蛋糕，他是故意做这样给你，啊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。嗯，不过是好吃的。好吃吗？我不知道。榛果如果减少的话，他的生意可能会不好。嗯嗯，因为毕竟他的价格在那里。对，好吃。哎、嗯欸，我查今天泡，那一罐真的是寿星才有的。哪一罐？哪一罐？有大小吗？其实这块也很大、啊，搭配榛果很好吃、啊，这巧克力味是很足，味味是很够。我觉得它面包这块是在品系流了，是吧？蛋糕品牌，对。其实不是说六月。十五号以前，它都不会出现。嗯。